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来看蜘蛛牌的一个刀具，这是折刀。那这个是从90年生款到现在非常畅销的一个系列，那英文字我不会念，但它已经出第四了。 OK， 这边有个四，非常不错，是蜘蛛的。那蜘蛛的钢材一向都用得很好，那经典耐用，很多的专利啊，让折刀单手开启非常的漂亮。那这把呢，它的全长呢是 22.2， 好，全长 22.2， 那它的刀刃长呢 9.6， 收起来呢是 12.5， 那 104.8 公克，所以算是蛮轻巧的。那它这个算是畅销的刀型啊，它还有比较小只的，好像什么鹰嘴刀啦、鸟嘴刀啦、鸟嘴豆啦、鹰嘴豆啦等等诸如此类。那2017年的时候呢，它就将这个刀款呢，就是这是第四代，然后出了一个就是 ZDP189 号钢材，这个钢材非常的强悍，坚固耐用啊，是个粉末钢，然后硬度可以达到65吧。好，当然也比较会耐切割啊，但相对的也可能是不是很好的磨力，可是它磨力可以用很久。那采用的一个粉绿色的握柄，那这握柄呢，第一当初看到它就觉得为什么这刀做的握柄好像感觉很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握柄呢有经过设计，射出成型，然后里面呢也有加一些那个加固的钢片在里面，所以其实上你是很好持握的啊，请注意它很好持握。所以很多用过蜘蛛刀具的人呢，他都认为说这把刀呢就是让你实际用，你用的越久你会越喜欢它。它很多设计都是以朴实无华，以你的需求为出发点，而且搭配许许多多不同的钢材，它的样子可能都一样，然后长短有些改变，那可是它钢材不一样，你就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。比方说你是喜欢去海边的，它可能用H1 钢，那你喜欢长长切割的，它也有分不同的价位所推出来不同的钢材。那 ZDP 的189呢，其实是蛮贵的钢材，一般不会用这么的贵哈，那也比较坚硬。那其实不要做一个迷思，就是刀具用越贵的钢材其实是越好的刀具，不是这样的，要看你的使用需求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颜色呢也被称作是英国墨绿色哈，蛮好玩的，有上面是蜘蛛的 mark， 然后下面呢是它的型号，那刀身上有一个蜘蛛的 logo， 然后它的专利的一个洞哈。很多刀具都认为说，哎，你大拇指戴手套哈，那为什么蜘蛛其他刀具不采用蜘蛛的设计呢？因为这是专利哈，所以你看到它就是有专利。那最近也有一些刀具出一些开孔，但是那个会有点不一样啊。那这把刀呢也是做日本做的哈 ，Japan。那但是蜘蛛刀也很多也是台湾做的，台湾工艺也是很厉害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啦。那我们待会儿就来先做一下先做好拿设计好了。那蜘蛛刀其实它的设计就单手开合哈，那怎么开呢？我们这边好都有一个弧度啊，所以你戴手套也很好持握，这边弧度做的比较大，那这边呢有可以让你扣住尾端扣住。好，那一般人呢可能是这样子拿，或者是这样子拿都可以啊，看你的手背的施力。那它呢是背后的一个锁定装置，非常的坚固哈，这是背后的，所以它必须要很大力量，它刀才会反折下来。那反折下来呢，我们怎么收刀呢？好，双手持握，单手轻轻的握住，这个手指头放在前面，大拇指按后面，按下去，轻轻一下，有没有？这边好就会让你卡住，这是做一个安全设计，然后呢就可以轻轻收刀了。好，再一次哦，轻轻的卡住，下来，收刀。好，这刀我是才刚买，不是很熟悉。好，但是就这样，开刀，使用，那个手指头放前面，大拇指压下去，抖一下就可以了，很漂亮。哒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切割，先切纸好了。这把刀呢是刚买的哈，还没有完，就刚才只有切绳而已哈。我们看切纸张，哒啦，手开刀不漂亮，再一次。它开刀其实有一个甩的动作，啪，这边握好，啪就开了，要多练习哈。轻轻的看着刀子，好好玩的声音哦，啪，再一张，往里面，往外面，往里面，啪，切割，
真是舒服的感觉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刚才咬住，这是微锯齿哈。那有时候觉得不是很利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稍微的用那个什么，那个皮带哈打磨一下，哎。不够长，那它刀身呢其实蛮长的，所以可以满足你很多的切割的使用。OK， 好，简单的只切一切就这样子了。我们来切绳子。绳子有没有听到的声音？好，这是前端，我们的后端，后端更利哈。哒啦，哒啦，哒啦，好，把绳子弄起来，更多一点绳子好了。用两层，好，这刀其实在国外做过很多测试了啦，还有切很多的纸箱，一直不断的切切切切切，看它的到什么程度。那这边只是让大家做个示范。哎呀，好顺畅的感觉啊！好，切切，哒啦 ，OK， 再来，我们再用多一点点。那切的时候呢，有所谓的推跟滑 ，OK， 推呢就像这样子哈，直接用推的，可能某个部位就把它压下去，好就开了。那切呢就是直接滑过去 ，OK， 这边一二三四四条绳子拉过去，好，用刀一定要小心哈，应该看得很清楚吧，没弄好，再一次，甚至稍微短了一点点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不会吹飞之力哈。最好你想想看，你在户外需要做切割，好带一把蜘蛛的 ZDP 198的钢材，当然它有很多钢材哈，像其他粉末钢啦、440钢啦、350啊、35啊、30啊、20啊，都是非常好用的。对，好。手指辅助压一下，手刀不错，简单的切割在这里。那后面呢，如果有机会呢，再继续做这个其他的使用。好，蜘蛛刀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看它的身上的装配。好，其实它每一个开孔这都有设计的哈，左右手可以互换。好，那上下啊，配合你的开刀习惯。好，我们来看另外。电呢？为什么带折刀呢？就是它希望有便利性，我可以随时放在口袋，很方便。好，那随着现在的大家需求呢，裤子越做越好，它这边好都有做让你可以夹折刀的地方，就是背夹，我们背夹放在这里，啊，在这个位置，手伸过去抽出来。好，那因为它比较长，所以说我可能手指头再往前移一点，没开好，开刀，好，收刀，再一次。好，手指头伸过来，拉出来，往前甩刀，收刀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呢刀刃呢比较长。好，那有些人你看看我抓出来的时候，抓出来有没有大拇指在这个位置，他会觉得开刀不好开，所以他也有比较粗小只的，大概这个位置。那所以看你的开刀习惯，哒啦。手刀，好，这是一种配置方式。那还有的人呢，他是喜欢倒着配置，好，这样子配置，也就是背夹在上面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所以他当他拔出来的时候，好，有背夹夹着，拔出来的时候手一转，手指头就在你的开孔位置就开刀了，然后呢马上做一些切割，好，简单的再收起来。所以有些人会喜欢大蜘蛛，有些人说小蜘蛛，好看你个人的配刀习惯。那左手呢，就把背夹一换，一样可以使用。
不需要对啊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很不错，好的钢材，经典，耐用，然后又好保养不敢讲，但只能讲说它是一个经典耐用，然后呢历久不衰，有非常多的钢材，还有大小尺寸啊，针对于不同的工作、不同的需求，有锯齿，还有各种形状，好，那做一个搭配。所以当你用久了习惯之后，你会发现蜘蛛刀越来越好用。而当相对的，你不会只买一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能去住户外啦、去露营啦，或者是简单的 EDC 的时候，你就会选择大小不同、钢材不同的刀具，这就是蜘蛛非常好的一个刀具。谢谢。